你到底什么人啊？这里到底有多少同伙？这里是一个人，21个人，不是21个，而是一个人。21个人，说他们都藏到哪儿去了？你听错了，不是21个，71个人，71个人。哎，你叫我傻呀？这71个人。这么小的地方能藏得住吗？傻瓜，你有听错了，这里71个人，91个人，251个人，251个人。好，继续传递。哟，老头，你这么点地儿藏这么多人？老头，这么点地儿，这么多人，人不多呀。不是，你是记着我说的吗？哦哦，那个人不多。嗨，来，老头，你是这么点地儿藏这么多人？这么点地儿，这么多人，人不多。人不多呀，我就一个人。老头，就7个人。老头，树上7个猴，然后呢？扒一下几个猴，就七个人，我看不止七个人呢，97个人，这地儿太能藏了吧？我不能藏，我250个人。到底几个人也不知道。最后一棒啊！老头，就我一个人，就我一个人，就我一个人。好像有7个人，好像有7个人和7个人也不知道什么关系，一个人和7个人也不知道什么关系。后来好像又听说有什么，老头，树上7个猴，树上7个猴，树上有7个猴吧？7个猴，树上7个猴，7个猴。反正就是有一个老头，有一个老头，哎，就是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人，一个人是不是发现那边有一棵树？那边有一棵树，树上7个猴，树上7个猴，就是一个老头和7个猴。贾玲，说说你听到的这个玄幻的故事。贾玲呢就得到一句信息，就是一个老猴头。他叫什么？翟离。脚里。不是脚里，翟。翟离。翟，对，翟离。翟离。对，翟离。来，传递开始。前就我就想知道前俩字是啥。啊，对不起，说错了。芈月，你来取我的命吧。芈月，你来取我的命吗？别吵，你听看我演戏。你就说，简简单单的说，下面写的什么？你说，叫我什么力吧？你听我说，看我的戏，
你这个野马，你为什么要硬闯？你为什么不对、啊、这失控了，这啥玩意儿啊？还失控了，躺下，你失控了。我是因为我是遗弃人。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，门还没关。演了就说，老老实实的把词儿给我说出来。老老实实的，命运，芈月，芈月，对，芈月，芈月，取我的命吧。芈月，取我的命吧。不要打了。不要打了，芈月，取我的命吧。不要打了。给我对手。聚首。给我聚首。聚首。给我什么、啊？两次，两次。聚首，聚首。给我住手，住手！对了，芈月，不要打了。你就别不往下说了，就说前面。芈月，不要打了，什么？好，不要打了。时间到，换取我的。看得出来，滕队长有多么想赢这一轮，请继续传递。为什么不演呢？你真笨啊！芈月，不要打了，住手，住手！哦哦，芈月传的啊、嗯，好。就这么几个字儿。因为我是还带暗示的呢。我跟你说，那把功夫全花在眼上了。救我啊！我演的那么好，演的啥也不是。这么说，紫薇不在坤宁宫了？你敢指天誓日的说一句紫薇确实不在坤宁宫吗？如果所说有假，皇后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好吧，就算紫薇在坤宁宫，紫薇不过是个宫女。我跟哥哥要了这个宫女，留在身边伺候我，可以吗？紫薇皇后，说话出尔反尔，做事张扬跋扈，真是太可恨了。皇上，难道臣妾今天的地位还不如一个宫女吗？你怎么用这种话说我？你说紫薇在坤宁宫，你又这样？紫薇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好，请向后传递。两个人拖吧，拖吧，快点，两个人啊。我怎么知道啊？我怎么知道你怎么不知道啊？我真的不知道啊，我是紫薇啊。然后你清不清楚啊？我真的不清楚啊。你说什么话了刚才？真的是讨厌！什么鬼？给跪，给跪，给跪！我真的不知道。确定不要再说一遍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他说好多话。哎呀，哎呀，就是这样了。哎呀，就是这样了。哎呀，我没错。输肯定是输了啊！哎，放宽心，哎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我怎么能够听得清楚呢？嗯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字名字不许说，不许说！我怎么知道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怎么不知道啊？你听得清楚？讨厌！啊！我踹死你！真的是讨厌！我踹死你！我踹死你！不，紫薇总得记住吧？紫薇也没啊，几位我说了，你说紫薇了？说了。咱们暂停一下录制啊，有没有紫薇这两个？把带给我往前倒一倒，你说紫薇了？我说紫薇了，倒一下。我真的不知道啊，我是紫薇呀、啊，我是紫薇呀、啊，我是紫薇呀、啊。苏培盛跪下，说紫薇了，说了。窗外的麻雀在天上高声。哎，滚！还在干嘛？神经病，你给我下来！滚！在电线杆上多嘴。
小鸡，小鸡，跳，怎么了？啊，小鸡，小鸡，小鸡，完了以后跳。对对对对对，都对，都对。啊，先跳，怎么了？哦。来吧，好，请向后传递，跟他重复，我的要精准，要精准啊，要精准，来，精准，碰，嗯，小鸡跳，这应该是凤凰吧？啊，跳，哎，跳，怎么了？完了以后，最后还有个，这个，歌词儿，歌词儿，跳完。好，请向后传递，对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差不多了。这鹅呀，骑马，交谊舞，交谊舞。然后就，不，再来，再来一下，关上，快，哎，你看，创就是创嘛，Y W H Y， 创 Y 的麻雀，的麻雀，什么玩意儿演的啥？这，那这个呢？这个呢？在电杆上多嘴啊，一直多嘴。接下来看大老师精彩的演绎。好，来开始，六个字，一个啊，第二个啊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第四我，然后第六个，滚，滚，地天。那啥呀，大张伟！哎呀，第一个字儿，第二个字儿，第三个字儿，第四个，完全的对，第四个，一共六个字儿，把我告诉你仨字儿，第一个字儿，第二个字儿，第三个字儿。你这啥呀？你这是啊？对，完全。统一演一遍，他不说话，看谁能猜出来。来，我给你演一遍。六个字儿太简单了。六个字儿不能说话。第一个字儿啊。第一个字儿。第二个字儿。刀。第三个字儿。地高冷。四五。啥呀？第六个字儿。赞。红。高。凉模特，对。